者王新瑜台北报道，女星陈仙梅于涉影视老公印第安结婚后，常在脸书分享人母心事。今日她突然在脸书发了长文，透露原本想趁住天气好带小孩去公园走走，没想到为了停车排队一小时，竟被一名男子插队，让他气得跟警察理论甚至爆哭。陈仙梅强调自己从来不因公众人物觉得有特权，遇到纠纷也习惯息事宁人，但为了孩子玩乐的权益，她还是鼓起勇气与对方谈判。没想到警察到现场后只能无奈地说先到先赢，让陈仙梅气愤不已。她激动写道，不习惯和人发生争论的我，在警察讲完后一上车便哭，二个孩子看妈妈哭也大哭了，关系输了一个车位，但你赢了一个人格以及对孩子的教育。不要生气，遇到这种人很无奈，但要小心忍耐。陈仙梅出游遇摔事，反射自脸书。陈仙梅出游遇到车位插队，反射自脸书。